睡梦中如是画面，耳边似喃喃自言，真实的情节过往重复出演。梦境中红色交叠，却不过新的遇见。我想我开始想你，不情愿离别。你说的我听，一起走过曾经，不曾孤单和怀疑。我不再寻找靠近，隐藏不过是游戏。这里每一处风景都因为你而静谧。我开始寻找靠近，你曾说过的初心，每一段起走回忆，梦的指引，安静的你说我听。又走过新的一年，像诗集里的诗篇，风吹起新的一页，辗转难眠。青春无需再道别，怀念的过往从前，总该要学着面对崭新的明天。哦，你说的我听，一起走过曾经，微笑与泪水交集。我不再寻找靠近，隐藏不过是游戏。这里每一处风景都因为你而静谧。我开始寻找靠近，你曾说过的初心，每一段起色回忆，梦的指引，安静的你说我听。发了微博，然后就把我们家附近的环境都拍下来了，然后那会儿也没想到这点，当时有很多粉丝就是到我老家那个房子里去找我爷爷奶奶说话，然后就有他会到我房间里面去，然后就是我听到的时候就很不高兴嘛，就是我爷爷奶奶年纪那么大，然后脾气也特别好，他们又不会说什么，就是他们特别不喜欢这种，然后跟我说的时候他们也不高兴，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喜欢我的话，就是不要去打扰我的家人，就是他们那儿在那儿过得挺好，然后再去我的房子里面去转悠了。安静的你说我听。